不过另外呢，我们也来关心是艺人大牙指控2012年遭到黑人的性骚。不过其实消息一出，让他的形象全毁，各界震惊，更多的焦点带你追踪。演艺圈迷途风波狂烧，黑涩会美眉出道的大牙27号脸书指控，2012年差点遭到老板陈先生侵犯。网友推测，指的就是黑人陈建州。大牙在脸书指控，2012年和陈建州到香港出差，录影结束，对方强行闯入房间，试图侵犯他。他以把对方当哥哥，你已经结婚为理由拒绝，甚至搬出范玮琪。黑人竟然还说，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。而当时黑人才和范玮琪结婚1年。多年前节目画面，黑人曾被好友爆料酒后乱亲人，大牙表情尴尬，只说过去的事为什么一直讲。黑人表情似乎也有些不自然，大牙在文中控诉，当时他在奋力抵抗后，对方还说那你亲一下我嘴巴就走，最后离去前还规划好细节，对外假装是要借卸妆油城府极深。大牙指控的事发日期，有网友回看黑人当天脸书动态，发现他分享了和大牙在机场的合照，还说感谢上帝让他福杯满溢，引发网友大酸，还上帝大大，就算上帝老母出面都救不了你了。不过针对指控，黑人发出声明，强调指控毫无根据，虚伪不实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大牙过去曾是黑人公司旗下艺人，大牙也强调，面对不要脸但手上握有权威的人，要有勇气反抗，而不是和他一样为了一口饭一忍就是11年。也表示当时担心遭到封杀，才希望想办法全身而退，本人陈述均为事实，问心无愧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大牙指控黑人性骚震撼演艺圈，还引发对岸网友关注，一度冲上热搜第一名。记者李晴、王一婷特别报道。黑人又翻车了吗？被吐槽要用老婆赚钱，沈玉琳哈，真相到底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看，其实提到黑人哦，这个之前就有一些争议，一直呢不间断。陈建州他曾经这个招了老婆不爱舌吻，那当然呢，这个因为大牙就会指控说，当时陈建州黑人跟他说什么，你范姐就不爱这事儿。那其实呢，范玮琪他当时4年前被问到跟老公的互动，他说在一起啊，真的很久很久，就是会变成很像家人了哈，比较不像是有那种激情。那他觉得，范玮琪他自己说他是亏欠黑人的了。那其实沈玉琳在6年前就有幽默吐槽，基本上说黑人从不抱怨他老婆的啦，因为他很重视这方面的形象，因为他还要靠这个他老婆哈这个宠妻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赚钱了。另外他也说，哎，陈建州呢其实私邀加演艺圈最大的暗黑群组狂传什么片迷片呢，绝不能公布组员，他说要不然会动摇国本。好，现在黑人到底翻车翻了几次，来看看真的争议也是一箩筐，包含了2004年呢这个乔丹夜店事件哈，这个 Michael Jordan 2004年当时来台只现身90秒，但是被目击在黑人带领之下进入夜店包厢，惹怒球迷。另外还有2010年呢这个潮 T 事件，当时这公益 T 恤 Love Life 遭到质疑金钱的一个流向，认为金流有问题。还有来看的是呢，这个他当时另外还有这个自驾吃牛肉面，在2019年的时候上传了体验自动驾驶的影片，但是他真的没有乖乖的这个好好开车，双手离开方向盘还吃牛肉面呢，哎，被大家骂翻了哈，这样汤辣不对了。还有2020年护航范范的苏贞昌事件呢，范范因为在私人脸书呛下苏贞昌狗官，被网友骂爆，黑人发文护航全面停工。还有2021年呢，这个盗版安博盒子事件，其实呢，这夫妻被网友裂牙包，使用不法机上盒安博盒子收看了东京奥运。律师林志群就说，黑人被抓到使用安博盒子看奥运，第一时间也是否认哦。好，这回他也是否认哈。其实呢，好，这是艺人女艺人大雅，她指证莉莉说，就是前老板就是黑人，在11年前对她伸出了狼爪。有网友就挖出当年陈建州带黑涩会妹妹上《康熙来了》的影片的片段，妹妹们讨论哦，这陈建州好像比较疼谁，让小 S 听了直呼不觉得很恶吗？好，陈建州也在节目上头示范如何把妹强吻蔡康永，跟大牙描述的情节几乎是不谋而合。可是那好淫荡哦，你怎么可以做节目就故意弄一堆妹妹在身边呢？没有啊，你这样怎么对得起范范？这个是对我没有杀伤力，我喜欢的是熟女啊。你喜欢熟女？对啊，范范已经是熟女了，就是那种类型的熟女。可是范范也很幼稚啊。但外形这样先
没有杀伤，鱼目混珠这样过去可以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因为跟他们做节目，然后跟他们互换电话？没有，这倒是没有。你可以问他们有没有。从来没有跟黑人传过简讯吗？那黑人有没有约你们去 Jason 家打麻将？没有。但这个要问，不是我这一位主持人约的，是不是 ？Jason 有约过你？对。来坐这里。哇，黑人现在一定很希望我们再叫个女生挤过去，对不对？看还可以多挤好了。对啊，你现在抱着 Cindy 的腿，有感觉吗？没，完全没感觉。所以你比较喜欢这他们哪一位的腿？腿的话应该是他，他还真的有答案耶，他好低级。所以你是有在注意的，你真的很糟糕，你是在主持节目还是在？那你这样问一个问题，你在逼我跳入这个陷阱。小公主四个，你最想要跟哪一个喇蛇？是喇还是喇？喇蛇。喇。你要跟谁？就搅拌的意思。我是比较。没有在管这个事情，他想讲冠冕堂皇都讲不出来了，因为我很怕稍有不慎就被你们害到。好了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我想亲你的话，我比较直接。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你的。